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铁粉，好久不见啊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呢，再来一下我们的选举大乱斗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我想要玩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皇家骑士。为什么呢？等一下再说。我这边拿的是能量采集器啦，毕竟它会给我以学血流派两点经验值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选一个盾跟精灵，因为如果可以盾的话，当然是最好啦，但是我这边还是想走个盾。好，那我这一支要玩什么呢？之前我们不是已经玩过了吗？但是呢，自从玩了这一支角色之后，发现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拿它去玩毒才是最强的一个流派吗？来，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吧。结果呢，这一次就有两只飞龙在场上。飞龙的话也是我很讨厌遇到的一个角色，因为它我很想要玩的一个角色，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玩过，有一点可惜。应该说有玩过几次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对，那这一只角色的话呢，是对手攻击速度越血量越低，它的攻击速度越快，所以我跟他打拖延战的话，我应该是很亏。而且他打下去的话呢，还会中毒。然后攻击速度越快，开大绝的每一下都会额外添加十层毒伤害，所以其实蛮扯的、啊。好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边550块，那我这边技能就不选，有没有机会让我盾牌流再给他往上冲一点点呢？那等一下的话，应该就是生命护盾吧，然后护盾一伤，反正我这边主要的是毒跟盾啊。至于你要给我什么啊，就再看情况了。对，因为也不是我能够决定说他要给我什么的。对，那我还是走这两个流派下去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这几只给压掉。如果毒的话呢，应该很明显吧，就是我一定要选控制毒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雪宝，有个该死的雪宝在，然后一个 bug 仔用的是神权者权杖，然后拿的是平 A 啊，用平 A， 真的假的？那现在看起来的话，我的精灵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。我的精灵只帮我补了4秒钟，他的护盾才来了20。那这样子对打下去的话，应该是我会输没错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不然应该是不可能。对手的护盾也是零滴，我的护盾也是零滴，然后我们两边都没有回血。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回血，应该就会赢一半的啦。或是有多一个伤害的话，对手的伤害还比我高那么一些，原因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吧。他的中毒。也有上，可是他平 A 好高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没关系，来，生命护盾啊，他给我精灵，好吧，也可以，反正就是默默的增强，然后有了，我们要持续中毒还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先来恶心别人一下，持续中毒，那都有持续中毒了，那我们再恶心别人一下，顺便来个持续一伤，然后660块这里的话有一个基础普攻跟普攻护盾，那我们今天走的就是护盾，我们的主伤是毒，我想用这个方式来搞别人，看看有没有那个机会。好，来吧，那这边有没有人在玩异伤了？目前第一时间看过去应该是没有吧，应该是没有，所以就算有也看不出来。然后有人拿这个流亡剑伤害角色伤加三，我应该没有对到他，哇靠，我该不会刚已经对到了，我该不会刚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情况下的话，有开局有毒，有开局有异伤，应该或多或少有一些伤害吧。这个持续下毒跟持续异伤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哦，这个伤害有打出去，小恶心。如果再给我一个持续那个开局回血，应该会很香。反正现在知道嘛，这只角色在初期就是很坦，确实很坦。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搞人，然后只不过最后要怎么爆发去把别人弄掉，这是个问题。然后有个异伤冰冻，以损失生命的异伤哦。啊，我等一下损失生命是不是很多？然后有一个基础护盾，再让我坦一点点。然后是基础血量，普攻加血量。那我们就来个精灵，可以干嘛？精灵帮我添加护盾啊，就让精灵坦一点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闪避，给我一个基础闪避好了。另外两个闪避好像没那么凶。对吧，加3%应该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用处吧，至少在前期啦，后期可能是垃圾技，虽然说刚刚有闪避之盾。好，那现在对到的是我们的混乱魔王天尾，哎呦，我们的盾刚好下来，有这个盾有挡住吗？有没有机会？我们的异伤有差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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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差距有出来哦，挺香的呢。这个护盾，而且其实我也不是靠护盾，我才靠两点而已。然后只要打得久，这伤害就出来了。然后我这边拿的是能量采集器嘛，那就看看有没有能量采集器哦，有没有机会再多一点。封印怀表、封印流派，就再说，先不用。然后是有升级给钱，随机给我钱，有地精灵剑还是保险呢，也不错啦，保单。可是再换一个好了，有没有机会能量采集器？没有，给我一个置物架，还有2块，还剩8秒钟。有能量采集器，好啦，3个能量采集器，那我标题又要换了呢。
那我们这边要选什么呢？有生命偷取，偷取别人生命值，应该没人在玩生命值吧？那我们就来搞异伤，然后是基础异伤，再夸张一些些，有干扰护盾、普攻护盾，每次添加护盾时有几率中毒。我们毒是要的，别忘了。然后又还一个毒，然后是有冰冻、冰冻之闪。那再稍微恶心人一下好了，基础冰冻。我突然好喜欢这种基础系列的东西哦。然后一个普攻中毒也来一下。然后我的中，我刚刚没升级，这样 OK 吗？我这样选，如果普攻中毒，我刚刚中毒会升级，突然觉得有点小亏。那我们的荼毒护盾，每次增加护盾5%几率中毒哦，很香，有都20%下去就很香。有，我们护盾出来了。好，原来皇家骑士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东西，是毒啊。这个是2点，这个3点。等一下还没有机会，再给我一个能量采集器，反正就无脑嘛。我们顺便升级，虽然说我这个角色升级好像不会特别强。有毒，普攻中毒，再毒你一点点。然后有盾伤打击，也是一个伤害。然后是失去生命异伤，来个盾伤打击。然后有一个闪避异伤，闪避之毒，不是那么的重要。选一个随机，他给我什么？冰冻之闪，那更不重要的东西。然后有生命，添加生命100滴，已损失生命护盾，损失生命护盾好了。然后是590块，好了，没钱了。再来是冰冻护盾，来一点点。冰冻之毒，没有十成冰，可是我冰还不多嘛。哦，对到的是这只，有一点小危险。这只拿是流亡剑哦，太恶心了吧，兄弟！开局就杀7滴，好想要有反伤哦。我打这只现在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悠闲。对，还没。说还没，有一点机会，但机会不大。哎呀，有了！哦，应该把你凹下去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小恶心！我是毒跟异伤啊，盾伤打击还好，我有选哦。光一点盾伤打击就这么痛啊！然后往这边开始升级了。我刚如果加那100滴，应该会更稳一点点。然后有护盾中毒跟这个护盾冰冻，那先给我好了，再多一点冰冻啊，等一下毒再上去。然后是闪避失败，闪避会加精灵的血量，护盾。说没有要用，可是好像还是来一下。然后呢，冰冻之毒，好，然后是普攻生命值，还是普攻异伤？其实普攻生命值这个东西也是蛮扯，但是先给我普攻异伤，现在还没有加很多。基础生命值先啊，生命之毒啊啊，点不点啊？还有一个中毒伤害，反正没差。现在都27滴，也是稳的。打着打着，有失误的情况还可以第一 OK 啦。然后对面攻击速度好像要搞我，可是没事。给你搞，我们中毒哪一个在挡？持续下毒跟盾牌荼毒，反正我们有毒嘛，我们有盾嘛，对你打不动我，然后我又可以慢慢毒你，我也不需要那么重，我也不需要那么重的盾，我也不需要那么重的盾。果然呢、啊，毒跟异伤这个数值是做坏了，然后我等级还在升1700滴了，默默的上去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调整一下，总觉得啦。好啦，竟然都给我这个了，盾牌重击，多一招伤害是一招伤害，有那就来个持续一伤啊，这不用想了。然后防御专精减少1滴，所有伤害减少1，他攻速又很快，每拥有一个护盾技能，我有一大堆护盾技能，那完了吧，是吧？所受到的伤害流派减少1点。所以我1、2、3，我有10个技能，每一个伤害减少1点。哦，那这一招我减少10点呢、欸？他等于是打攻普攻只剩24滴耶、欸，0滴。哦呦，你血量怎么2000多？这个血量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等级7等？哎呦，我的，哎呦，下来下来，毕竟我们有时间嘛，你打得越久，我也越香。有点变相的跟你的那个平 A 是一样的概念，有啦，有过去，还是凹的。然后我们最终伤害呢？反而是我们的普攻伤害上去了，还是对手有选那个减毒的？对手看不出来。然后我们这边又升一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升的什么级，反正就来。中毒异伤，冰冻之毒，添加异伤时有机会中毒。好。然后有了开局中毒，还是中毒伤害，还是打别人打我有机会中毒呢？中毒伤害，
造成伤害，添加中毒。这边有他，他打我很多下。然后精灵弹珠这个先当作没看到，选一个新的。然后是冰冻护盾啊，再搞别人，继续。然后这个也会打我很多嘛，中毒伤害，所以他们打我就自己有机会中毒。然后我，不是，是我在这里。对你打我，你就有机会中毒。那到底谁中的毒多呢？对方也是用毒性外溢，对方毒性外溢是两成，是不是？哇，他有选到这个哦，普攻流加105点生命值，哦，难怪他生命值那么高。没事没事，我这边的伤害跟他差不多，我的持续他是生命之毒。好，有没有机会再给我选到一个？三个那个行不行？有没有机会？有哎，好啦，三个能量采集器，我就问这要怎么输？我这个标题要换了，哦，标题要换了，标题要换了，能量护盾，寒冰护盾，好，可是这样输好像我也只是等级高而已，对吧？每次升级时添加护盾伤害，开局这个，这两个都不错，那我们再恶心一点点好了，护盾重击，好好上。然后是精灵弹珠，这个没看到。然后精灵最大生命值，这个也没看到。走，然后是生命护盾、生命灵巧，这不用想，赶快给他升到五阶。然后550块普攻护盾，等一下选上去。我这会不会太无耻？每一回合多七多九点呢、欸，对吧？多九点能力值。现在第十轮，如果到第十二十轮，我们就多了90点呢、欸。一点100块的话，我们多9000块。可是这是幻想中的、啊，这不是实际上的9000块，对不对？它只是纯粹给你经验值，对啊，我只是等级高就可以选到，等血量比较多这样子而已。啊，对啊，这边没有回复啊，我应该想说要回复要回复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这里没有回复流可以选。哦，对，那如果我再有回复，应该会更香。但是说更香，哇，还是妥妥的。有三阶了，三阶了。普攻异伤，普攻护盾，那就来个普攻。护盾，然后是毒性爆发，非中毒伤害的中毒伤害，然后有基础护盾、哦、然后再来是生命之冰冻、哦、好像也可以啦，然后是精灵弹珠，这个先不用了，我精灵好像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了，我们现在护盾已经到三阶了，十等，血量没有到特别多哦，这个人已经有那个了呢。三阶，你怎么还没拿到这个？应该要了吧？看一下，乱哥，这个是精灵流，定期存款，定期存款，他是不花钱的流派，是不是？这么凶残吗？啊，我是全升级的流派，那到底是谁比较凶呢？我的时间下去了，时间异伤，慢慢来，时间异伤再配中毒，中毒是不是又会触发时间异伤？所以其实我就算打得慢，好像也还……喂，完了，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这个现在还是 demo 吗？这个游戏现在还是免费吗？有点扯哎、欸。好，再生，然后战前护盾，现在没有大招，好像不太需要战前护盾。可是，好了，蓝技能不选，好像有点过意不去。有基础攻击不用，攻击护盾再高一些，然后是非中毒伤害时造成中毒伤害，好上，然后510块，时间诅咒，我们这边打比较久，我们现在已经连赢多少钱了？我们时间一伤，好了，时间诅咒稍微花个20块选这招应该很赚，那再来是我们的生命之盾吧，让我们的盾再扯一点点，血量越少盾越多，而且我们啊，当然让我们升级也是有用啊。对，我们血量越少，我现在血量已经都他1000滴了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他刚选到经济了，毒性爆发，哇，哈哈，偏微，我还没有经济的，我现在还没有经济，有可能会被经济一波带走，但是也快了，有没有机会全部灌到这个护盾流上面？护盾流，护盾流，哎呀，来，那我们就来个生命护盾。然后魔法伤害减低，这里有魔法伤害吗？只有两，只有一只而已，对不对？生命值最大伤害，生命之极，造成的伤害增加一点、啊、算了算了，生命之极多一点伤害。然后又一个毒，战前投毒，好，先上这个升级。灵巧反击没有那么的重要，然后有闪避异伤。我刚没钱了，没钱了，
太嗨了，太嗨了！我现在升级是2912滴，我还没有什么生命闪避啊那些东西的都没有、欸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会更高。然后这是绿色铅笔盒，你选到的是还没有经济，你的攻速很快，可是哦，攻速快还是蛮扯，而且它的缓速会超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机会它把我缓到破万？听说有机会破。哎呀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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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、欸，差一点点嘞、欸，就差一咪咪就可以把它带走。我的毒还不够凶，对对对，我的毒还不够凶。再升级，好好好好好，闪避易伤，精灵易伤，灵巧反击。反正他打我那么多下，是不是也有一点点了？然后又一个这个先给我，反正我觉得现在要秒掉我应该偏难。普攻生命值，我普攻有几个？也只有三招，也不多。那我们就来个生命易伤。没钱了，但是你又给我。哦，我有护盾，又有易伤，暂且易伤，好了，算了，先给我来个暂且易伤，都到这里，我还要这样子拼下去就对了，那就来个生命冰冻，好，然后再来一个暂且易伤，好，都搞都搞，对吧、啊？好像是我的等级有一等之后，我刷到稀有技能的几率就会变高很多、欸，哎，然后我们的暂且易伤很凶，然后对方血量也蛮高的、欸，2847，他才11等而已，哎呦，我这边偏危险，对方是不是有经济啊？对方还没有经济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下去哦！很突然的时间诅咒，哎，真的是时间诅咒的伤害，好痛哦！好，再来又升级17等，那我们战前一伤，然后灵巧反击，闪避时会有伤害，反正你们都打那么快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让你们把自己打死，然后有个冰冻，受伤时搞别人，每当偏加冰冻时，哎呦，我选这个应该不错。因为我会扛很多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都是玩攻速流的，除了这一只，那你们打我越多，你们就会受到的兵越多。我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选到一些盾减伤、啊？不对啊，你的盾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四星？我就可以选经济了，你知道吗？赶快来一个，赶快来一个！等一下下去应该有500块吧？哦，有点开心，有一点开心。这个是能量，能量复制天平，闪避流。哎，我打你打得很慢啊，不用担心，你们打我快一点 ，OK？ 我还是靠着中毒，灵巧反击有一些伤害，200多滴，或多或少有了盾伤打击，哎、欸，护盾重击，反而是护盾重击，护盾重击还没升上去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来一个这个，然后我的护盾还是没有，有平 A 失效还是平 A 中毒？平 A 失效吧，你们都是平 A 的角色，然后再来一个是提升生命，啊。啊，赚一滴是一滴啊！我的盾嘞，啊，盾不给就不给，然后又给我魔法伤害能被闪避跟基础闪避，基础闪避提高好像还好，不重要。我的护盾还是不来，但是我的等级已经来到19等了，血量3700多。2、1，有没有机会？哦，对方也是走护盾。你也是走护盾，你这个角色走护盾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、欸，兄弟。好，我现在3700多滴，哦，对方比较痛哎、欸，有痛到有痛到，我这边大绝下去，我的时间一伤有了，哇，时间一伤好痛哦、喔，对吧、啊？应该是时间一伤的锅吧，我猜啊，因为也看不到闪避失效，这个先当作没看到，先给我刷新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再等一下好不好？一伤，哎呀。没拥有一个异伤，所有伤害对敌人加一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然后是防御冰冻，哎、欸，不啊，不，已经是你了，好像不需要了。但是你现在要给我生命护盾啊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，快点满，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打两局，应该是稳的吧？我猜啦，可是有一阵子没有遇到他了，不能那么掉以轻心。对方的是经济都选满了，我这边是一大堆的，哎呦，我这个才选到四点而已，还没点到最后第17轮。才打到第17轮而已吗？是不是有人因为有人选流氓剑的关系吧？整局变得过超快，4012滴，还好我只剁对方700滴而已，不多。血量的优势不存在，对手的精灵哇，再爆一颗，但是没事，我们的盾很凶。果然呢、啊，护盾这只角色要选的不是护盾，选的是毒人呢、啊。500扣安内五米给当，有没有机会冰冻石下降？攻击冰冻，随机来一个，没有。
然后是中毒、易伤、持续中毒。哎，持续中毒也不错啊，可是现在好像也不需要了。来，300块。哎呀，终究没有给我那个。哎呦，他补血咯。哎呦，闪避中毒，中毒护盾，那就每次护盾增加中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选经济。我有点想要给小一下，如果我现在四星不选经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这个东西还不错，对吧？200块，反正我他现在没有杀死我，我选一下。哎，真的也就不会出来嘞。好啦，当做一个实测。如果这样输了，我一定会恨死我自己。但总觉得应该不会。我觉得现在挺稳的啊。为什么你可以补血？他用的是战场哦，他升级啦，升级升级升级，小危险。但我们的时间一伤，哦，他虽然毒我冰我。欸，其实我的精灵也可以上学，我只是没有用精灵。很好，完蛋了，我没有经济。欸，中毒性伤害，好，然后是战前一伤还是精灵一伤？每过两秒添加90%一伤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持续一伤。然后魔法伤害，它是魔法伤害吗？我没有那么的熟欸。这个是生命值物理伤害，所以不用选这个。闪避失效，闪一下。精灵最大生命值，每一点攻击力提供4点，你是可以帮我多扛一点点。然后有攻速提升，这一局应该就极限了吧？那我们来个提升基础攻击力，因为我攻击力好像一直都一点点有在线，4130。其实有时候这个时候我有点希望输掉，至少我们可以继续打下去。应该会输吧，可是这样我也会恨我自己。哦，对方整个起来嘞，对方是选的什么东西？完蛋！啊，经济吗？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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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面临一个超级重大的问题。我这边生命值变多，精灵异伤，随机来一个看一下。然后是攻击我冰冻，开局冰冻。然后是闪避魔法不用，闪避也没东西可以升级了。好，然后是护盾，护盾中毒，护盾冰冻，那就来个护盾中毒。我现在好像突然没有办法了结他了呢。我好像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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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我是为了测试。哎，我玩那么久，我到现在不知道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不选经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。欸，这个有机会吗，兄弟？他的兵搞得我搞得有点痛，他应该是有解中毒吧？对，他应该是有解中毒。哦，其实我的毒，哇操！欸，他整个起来了呢，他一个经济就完全起来了呢。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情况下我还刷到一个经济？普攻之闪让我。冰冻之闪，普攻之闪，欸，我冰冻也不知不觉上来了。死亡殉葬，冰冻，生命，添加，然后生命中毒，生命中毒，异伤专精，我还有几局可以跟他耗嘛，对不对？精灵护盾，精灵生命，随机来一个，好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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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刺激了刺激了！哎，欸，他血量也追上来了，哎，欸，太可怕了吧！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赶快给我一个经济好不好？这个感觉要出经济随随便便的，啊，这个随便挑都经济啊！我还有这一局结束，我还可以再输两次，我只要赢一次就结束。哎，欸，没有，欸，没有，他已经8D了，我最后一局嘞！哎，欸，赶快赶快给我经济啊！快点，兄弟，没有经济。有一个毒，闪避没有，刷新一下。你给我平 A， 搞错了啦，兄弟。有毒，毒性外衣，好，毒经济，然后再来呢？好了，没招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呀，哎、欸，可是我选那个护盾有机会赢掉他吗？哎呀，我现在毒变痛了，我场上也有兵。我现在能够证明了三个能量采集器很肥，但是会被自己给玩死。哇，哎、欸，不对啦，我多了一个毒金，4200多，4600多，哇，好大一颗哦！我的毒金是毒会变得更痛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场上没有回血，也没有那个即死补血的东西，然后对手的那个丢下来，哇，这一颗
扶不住，哇靠！欸，如果我觉得啊，好吧，算了，我这次能上吗？我觉得上上去观众下面会很多留言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只是玩游戏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是爬分，好玩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伤害很高，对，但是我觉得，欸，那个经济的问题，如果那个经济上去了，我们会多一个大招，欸，多一个大招经济，应该就可以把它扛住了。哇靠，该死！我只要赢一局就过了，说，他这边的是陆续保护他，他的帮他躺了八千滴的中毒，八千滴的伤害，对吧，啊？然后我这边中毒也中毒了4800多，其实应该是可以把他打死的，如果我护盾再扯一点点的话，好吧，反正大家知道了，对，我觉得这三个还不错啦，对，我觉得这一支标题好像有点多，就是一不要搞死自己，二能量采集器很好用。三，那个经济的部分就是一定要选，就是你不能不选，你选了就等于是你放弃那次机会，下次要经济就没有办法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是要玩赌，对，你就要玩赌，大概就四个标题吧。我想想看我要取什么，哎，我想想看我要取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片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三二一啊，拜拜。